你应该每个人都有初恋吧？你问你一下，我们很想问安迪，你的初恋是几岁啊？18岁啊，现在是你老公了咯。哟，天长地久，是啊，曾经拥有啊，也很好。以前你的老公怎样追你的？怎样追你啊？怎样追我？啊，赚好多，赚好多啊！ 没有 must be 哦。然后你怎样？你坐在他？去邦哥玩呐？哦，那是谁在？去邦哥岛的。哇，你坐船来这里看啊？哇！这个很积极哦。嗯。邦哥要坐船才可以过来拿嘛。对对。你要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是你跟第四。 完了，安迪来了，谢谢安迪，谢谢你这么远的路来支持我们这个电影。那以前你有没有坐到摩托后面这样包场？好像带电影这样，很浪漫哦。哎呀妈！
那么今天呢，其实除了我们在场的朋友呢，还有其他的也有 HV 这些。